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食疗聚焦。啊，这是昨天傍晚的时候，呃，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啊、几乎都报道的一件事情，呃、啊，比较震惊。大概今年的八月份，八月中旬，呃、啊，中共国进行了一次秘密测试，呃、啊，超音速的飞弹导弹，呃、啊，围绕地球转了一圈儿，没人，没人知道，他只能媒体说是没人知道。 那，然后这个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测试呢，它是以滑翔机的概念出现的。滑翔机的概念，我们单纯能理解的话，就是说它非常省能源，就是它的推动力非常节省。它它它要用它的技术，类似滑翔机的技术，来以最小的能源的概念，就是如果你导弹的话，它导弹它有固定的一个旋转渠道了。 那它没有，它按照这个巡作为这个这个滑翔机的话，它可以用导航控制，啊，那你自己要玩，我没有玩滑翔机，但是我们就这么看的话，那掌握滑翔机的人可以掌握它，透过他的手臂可以掌握它的方向。那导弹不成，导弹它是按照一定轨迹飞行的，它是设定好的，你当然可以改了，但是它改起来跟这个滑翔机的概念改起来。 显然不如它滑翔机的概念出现的更加清晰。那美国人认为呢？给美国人吓坏了。美国人认为呢？它是从东风十七这个导弹的概念来出来的，在这个角度上研制出来的。呃，它可以载核弹头啊。那紧跟着在，这个应该它的它的技术水平是超五五倍的因素。 而且它可以在低空，它没有说是在超低空，它在低空的概念下飞行。我想低空的概念就是与雷达跟监视系统相关了，它尽大的尽它最大的可能去掩盖它的存在。那雷达的概念，它肯定是二百七十度角，大概是这个样。我想也就二百，没没听说有三百六十度的，就一百一百八十度角。 二百七十度角，那就最大。二百七十度角得这样了、啊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锅就是雷达那锅，它的辐射面是这样的。那，但是它一一定，只要它有角度就有死角。大家这个道理你要理解，有角度就有死角。导弹飞得越高，那被捕捉的可能性就越大。导弹飞得越低，它在它这个巡视系统的下面。 当然，朋友说了，人家不用这个，你老外了，呃，人家都用这个卫星从上往下走。呃，我我真不否认，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满地下还都是雷达，<laughs> 我们就说这，那这个这个这个故事呢是这么个说法，对吧？他尽他最大可能去掩盖它的存在，把美国人吓坏了。昨天是华尔街，是英国的《金融时报》先报的。 呃，由出于时差的原因，所以美国人就反应的比较，呃，比较比较惊叹。美国官员对这样的事情的出现呢，呃，非常的吃惊。有五名知情人说，中共军方发布了一发射了一枚携带有超携带有叫超音速滑翔飞滑翔器的火箭，低空飞行，巡航目标向目标巡航，而它。 击中目标的时候，它的误差只有大概二十多米。他他说的是二十多米。他说两达嘛，目标相差两达，那那转一圈导弹，那那不得了了。测试表明高，高超高音速这个武器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远远超过了美国官方所以为的意识到。 那其中一个人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成的。”那这里他讲述就是美国官方的反应，当然他没有说具体是谁了。那这种报道的背景呢，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我以为跟现在的某些、呃，跟现在某些大的环境有关，这是我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中共国跟整个西方社会的对立。 那就自然成为新闻的焦点，而中共国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众说不一。呃，那有人会夸大他的能力，有人会打击他的能力。美国军方一定是来讽刺他的能力，那作为媒体一方，很可能就夸大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待这样的新闻呢，呃，大家能尽可能的设心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对方。当然，人家。 媒体也有可能，呃，他保持中立的态度，但现在媒体，我我已经，我个人不太敢说，我个人不敢，我们只能这么评价，因为我们除非知道，呃，细节，但我们不可能知道细节，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作为媒体，比如说英国的《金融时报》是非常亲共的，英国的《金融时报》是非常亲共的，它有大批的。 他的中文版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邀请了大批的中共国人为他撰写东西，所以这是两回事了。那也就是说，什么意思？他以这样的报道替中共注脚，替中共宣传，有可能的。因为像这样的媒体，这样这样的报道内容，只要在国内转进去，说英国《金融时报,报》报了，每披露出中共国军队有这样的武器。 又把美国人吓尿了，它是这个这个东西有这成分，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我个人几乎很少用。呃，美国、俄罗斯、中国都发展这种武器，那包括火箭发射太空，但靠自己的动力下环绕地球运行的滑翔机就这个，所以这个这个东西比单纯的火箭就高级很多了。 当它以滑翔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完全动力的方式说，啊，作为侦侦探一方就比较难了。滑翔机，你寻找滑翔机的概念，跟寻找这个直升飞机概念是，直升飞机没你就听声你就听见了，滑滑翔机你听不见声啊。速度音速五倍，比弹道导弹慢，但是它没有遵循弹道导弹的固定抛物线轨道。 是可以操纵的，所以很难跟踪。没错，你能找得着直升飞机，但你未必能找得着滑翔机。这个、就是，这是是这前情报局局长约翰，呃，拉特克里夫今年早些时候提到过，如果如果拜登政府意识到中共国的武器力量的话，他会震惊的。 缩小了很大差距，对中共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那出于国家机密的角度来讲，他不能随便乱说了。呃，某些方面做得不错，在技术方面走得更远。啊、呃，呃，情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是，就是说，是这样。五角大楼试图寻找降低超高音速导弹成本的方法，而高。 超高音速的导弹远胜过巡航导弹，但也更贵。这是这些，就是讲述技术层面。我没有看到美国军方的相应的展示，没有。引用了路透社七月份的报道，当时俄罗斯做过一个测试，这是被普京称为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武器，是就是超高音速，它当时的是七倍音速，但它的射程很短，三百五十公里。 那二零一九年，当时中共军方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东西：不再处于美国的，不再处于美国的压力之下，尤里亚世界，呃，正在适应越来越复杂的能力竞作为竞争对手。呃，这是印太地区国家安全事务的呃助理国防部长。我们的武器没有期望主宰对手，但学会在其中的质疑。 所以这是美国方面的表述了，那这些都是之前了，代表着在美国现在的美国媒体当中，包括英国的媒体当中，他并不了解美国军方或者说欧盟军方啊，他们的武器等同武器如何先进于中共国没有？呃，华尔街日报第一枚超高音速的巡航应该是在。 东风十七五倍以上，第一枚部署在任何地方这类武器，呃，意在是导弹是意在释放超高滑翔机，在相对较低的高度，五马赫以上的速度进行巡航，每小时三千四百英里，必要时可以改变方向，逃避导弹的防御系统。哎，应该是非常，应该是非常先进的。 它的威胁性就在于它的隐蔽性，啊，我觉得它的威胁性在于它的隐蔽性，在于它的携带能力，它不会带很大的导弹，那不导弹携带越小，运它的运载力就越高，它的灵活力越高，那它的打击的区域呢精准性就越高，所以我自己以为啊，在我角度里看是。 英国的《金融时报》在替中共国宣传我，我我坚持是这个观点，我不妨碍，我不否定它可能存在这东西，也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呢，中共国就像刚才说，玻璃心都是偷的，啊、呃，它的技术到底有多高？<laughs> 我们都是从大陆来的，我觉得很多故事就这么来。 在中国的产品，在中国的产品，掺假的成分远远胜过其他的一切，任何东西，无论它多有名儿，掺假的一切胜过其他任何东西，所以掺假的水平是世界第一的。在任何东西都可以都可以掺上假的因素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做呢？感谢朋友们的支持。